好，大家久等啦、啊！刚刚这个访问 Terry 之后，其实我们也、啊、邀请到一位这个转租高手，他其实这次也受到这个风投的邀请，在他们现场电玩展会场担任关主、啊、而且大家应该很熟啊。如果平常在玩神魔之塔，网络上找攻略有没有？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位就是 GP 神魔之塔研究组的成员欧小宪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这个欧小宪上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欧小宪，很高兴来到巴姆勒这边帮他们直播一些打关卡的部分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有 OK， 没问题。欧小宪，我们知道大家应该都有在看影片啊。其实那个网络上很多影片嘛，就是什么嘎敏啊，什么史莱姆啊、华典这些大家都很熟悉。对，其中对对对，爱来玩，对，就是其中在欧小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啦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都访问那个什么之塔的这个他们的营运长，那当然也要顺便来秀一下、哦、好不好？好 okay, 这个其实你在现场那边担任关主嘛，对，对也是一直被人家挑战，对啊，其实应该都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很紧张，第一次来这种大型舞台啊，就是这第一次嘛，难免都很紧张啊。只要上台了，我看他们大家手在抖，其实大家都一样啊，手都在一直抖啊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又直播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们请这个小宪表演个这个关卡，我们来对，就是表演，因为这是因为电玩展关系啊，又邀请陈雨欣小姐来再帮他们站台嘛，然后因为也宣。因为宣布那个妍希的他的专属的妍希关卡重开啊，所以今天来示范一下打这个妍希啊。妍希，对，因为主要是按那个暗妍希哦，第六关是随机出现。你有打到吗？我半年前就打到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半年前，对啊，半年前就打到。哦，那很好哎，其实几率蛮低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多人一直打也打不到啊，真的啊，就算遇到了吃石头也要硬把它打过。对对对，因为他就是一定掉嘛，遇到他就一定掉，因为几率真的很低的。如果没遇到他就不用吃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打那个 S 团。哎、欸，我们看看这场会不会遇到啊？对啊，对啊，看一看啊。打 S 团当然是打难，高级我自己就会打了，好吧？对、啊。對啊、小宪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。现场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小宪的粉丝，应该有吧？对不对？这个。对啊，是现在在直播的，然后等一下万一有，哎、欸，吐槽手滑，大家请见谅，请多见谅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是高手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的那个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是用什么队伍？我刚没注意到。啊，等一下进场就知道了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打几吗？打洛达。洛达。洛达。比较稳定的洛达。传统。对啊。然后一开场暗珠蛮少的。我就两个队长没有。哦。手速非常的快啊。其实我有点忘记那个 extra 的，我来看一下 extra 的怪物技能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，哇，一个天降啊，十一 combo， 哦，十一 combo， 妲己真的是非常的 OP 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刚刚那个是石像会锁技能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刚刚有被锁，第五关前应该要先存一下技能，对对，要存一下技能，然后要看一下又被锁啦、啊。其实我自己在玩的时候，玩到现在，但是我的 combo 很不稳定啊。但是这有什么可以？其实稳定要看手感，有时候我情况不状况不好，我也是转的不顺啊。真的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抓到自己的转珠的一些风格啊，一些节奏啊，是不一定要转什么神转珠怎样。我是觉得我们只要会过关就好，我们的配对、开技能的时间也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我是追求过关了、啊，反正只要过关，我没有说要神转。对啊，那个、啊、神转珠这样、啊。可是还是很快啊，對啊，我看你的反应的那种。对啊，我是算很少在思考啦，我转珠就是很随性啦。对啊，哦，你看这手速超快的。是随性的，对啊。目前看到就是还好啦，就是这个锁技能嘛。前面目前的怪物，后来就是蜥蜴反击盾，大概目前是这样子。这是第四关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
的手机网络有点问题啊，到现在看不到关卡资料。因为今天人太多了。对啊，现场的这个，对啊。其实那个啊，现在我讲的都是废话，有玩的应该也知道，反正就是洛基那个洛达队就是尽量知道 combo 啦。对对对对啊，应该说有妲己就是一直知道 combo 就对了。所以其实你不会特别拉五颗珠会吗？看情况。要看，看情况。第五关就是固定扣你40%的。没了啊，没有遇到，没有遇到。那这样是第五关而已，所以、第五关哦，第六关才遇到。对，我这边可以。开双子看可以先秒掉右边的一根，这边哦两个人固定扣，對對對，哦这样等一回合扣你80%了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尽量赶快解决掉他们会加、这个如果没有过很危险，对对对，哦哦哦还好，至少打死一只，如果第六关你觉得会出，你这可以在其实来小洗一下一些技能，对啊，就这边还可以洗一下技能哦，剩一只就比较轻松一点的。因为洛达队回复率是相当的高，你看三个回合，你看他不小心子弹太大力了。第六关，第六关看看会不会遇到啊？没有，没了，好吧？没有，还好没遇到，我可啊是吗？有时候遇到蛮危险的、啊。哦，对，其实他很强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，他真的很强、啊，他比最后王还要强，对对对对 对, 對。所以其实反正遇到了你就吃石头跟他拼的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如果真的遇到了就值得吃啊，就吃了，真的，对啊，不然的话，对啊，下次再遇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对啊，有人讲说他什么打了几十次几百次都没遇到，像我昨天也是大腰想说高级的打得比较不错啊，原来就是高级跟超级它是一样的，打是哦，对，他血量跟打人都是一样哦，这样子哦，对，大家做一样对，然后这边就全锁。对，这个也是固定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固定的。哇！哦，帅哦，九 combo。哇，好痛啊！打得很痛哦。好痛啊！哦，真的超快的。然后下一场的光友就是会重置你技能的。哦。其实这边呢，其实看一下，你可以。绿一些珠啦，就是等一下进场就要有点辛苦，存一些暗珠起来。对。哇，血很厚哎。对，好像蛮厚。因为其实老实说，我自己没有打 X 啊，我怎么敢呢？我大家知道看我吞食秀就知道，哎，我哪有那个能耐啊？好吧，我都打高级而已啊，对啊。其实是高级跟 HR 是差不多的啦，其实我们那个板上也有很多厉害的玩家去统计那个卡片的掉落几率， HR 跟高级其实没有差到真的很多啊，万箭有加三 CD 还蛮好洗的、因为光有重置你键最好在那边洗 CD 会比较好、因为 CD 很长，所以 CD 长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最好洗 CD 的这个对 啊哇没关系没关系、combo 这么高哦，糟糕了！哎，怎么天降把他搞死了？哎，被天降搞死了！糟了！啊，糟糕了！啊，刚刚一开始洗很久，对啊，不能打他，然后要对啊，又要洗 CD， 哇，要控制啊！哎，所以说，就算神人啊，也不是天降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搞到这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还是看宝打他，应该不会。不要又一天降，又一堆天降。对，尽量现在不要乱消了。这个有点小痛。好，想一下现在策略。这边比较紧张啦，玩到现在开始比较紧张的地方啦。看一下哦，那我想一下。哦，他打10000多啊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然后这边呢，我是决定呢，越战越强，直接开技能，好，然后等一下看妍希是怎样的，嗯，对，因为妍希还有 CD2 啦，他 CD2 比较 OK， 不然越战越强，万一没打死就趴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尽量不要死掉啊，好，还不错，还有输出给我，有 ，OK， 没问题。
好，光光眼。哎、欸、，CD 三哇，天哪 ！OK OK， 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运气不错，太好了，这边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现在先帮他们预告一下好了啦。其实那个欧小倩呢，其实现场也会担任这个关主啊。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比他还要厉害的，来挑战他、啊、好不好？明天是最后一天的台独挑战战，每天的10:15到50啦。第一场10点，好好好，对，第一场的活动就是我。如果你觉得你比他还厉害，来挑战他，来现场挑战他。通通有奖，只要上台就有30颗啊。人要上台也不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台下要我挑到，对、啊、对对对，台下要先经过一番厮杀，好好不好？只要可以上台，就算就真的就你就很厉害了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应该是哦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OK 了，技能都洗出来啊。啊，应该要过了啦，差不多啊，都是这样子、啊。要过了，要过了啊，反正就，因为洛达勒真的是很 OP 啦，真的、啊。对啊，洛达真的是、啊，我就是没有洛基跟妲己，我都没有，我只能用安达队、啊。因为洛妲己，哦，一定要卡，哇，一定要卡。对啊，这样子啊。可是还好啦，这个比较容易啊，主要是那个暗的比较不容易到。啊、如果出暗的，真的我也有危险性啊。对对对，暗的真的很厉害、啊，真的很强。对啊，然后那现在看时间应该还够吗？哎，30几分，我们再来玩一场好了。好，然后因为我擅长的是玩火系，对啊，我想用火系表演、哦、打星座 S 团。好，然后打一个难度非常高的金牛。金牛就是很痛的，真的，因为金牛目前大家都用双光有磨过去比较多。然后龙死队也是有机会过。啊，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跟鸭血。对，鸭血队去打。对。啊，要希腊要过的哦，其实很难。暴力队，对。目前。而且还要有点运气，对不对？我觉得。希腊真的运气要非常，因为我觉得全部关卡里面，希腊火希腊有双鱼跟水瓶不能打嘛。嗯。还有处女。嗯。其他其实火希腊可以全。打全部的哇，这么厉害！对，结果到现在还过了4个还5个啊，好难的，我到现在还在挑战、啊。所以我想再表演，因为我之前金牛跟火希腊，我也是打了30几次才过两次。哦，真的哦，对啊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所以我们现场看看会不会过。对啊，因为还是运气蛮重要的、啊。这真的很难的、啊，对吧、啊啊？而且你如果这种，如果你不用磨的话，就真的要更光、啊、一个小时半了、啊。我之前打金牛一个小时用磨的、哦，双光有第一次啊，对啊。嗯，这个我也还没过啊，对啊，哦。但是新的有用那个双鱼的啦，双鱼的好像就是减伤的那个、OK， 哎、水狂魔好像也 OK 哦，水狂魔好像也 OK， 好像可以这样子哦，啊、可以试试看啊。对，好，我们的火希腊，这是我的三包八队伍。哦，这个好威哦，两只太子，然后一个龙子，哦，这样子暴力、啊、暴力的火希腊、哦，超威，再加火屋。因为金牛的后面的重点就是。怪都是会秒你的，其实你也不用再去顾你的血量了，就一直秒下去就对了。对啊，那个超夸张，你根本后面开始对啊秒你了啊，就超过一般我们的血可能13000-14000，顶多15000，对啊，都打到17000-18000，那个你只能秒他，不然就是用那个更新队了，不然的话，哎、欸，就是我这个 OK 吗？OK 吗 ？OK 吗？没有，有点，还是我这个带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不带，哎、欸，八条。好 ，OK， 不带眼镜 OK 了。我不能，我没有镜，这个。哦，造型哇，有造型，对啊，造型好。哎、欸，稍等一下啊，调整一下。我们调整一下那个耳麦，好不好？怎么放多少 ？OK。好，等一下。OK 啊，我它要掉下来，不好意思，再敲一下耳麦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开始。然后金牛宫呢，它是没有回合限制的，其实可以在那边一开始，其实你也可以洗技能啊。不用一开始急着打他、啊，这样子啊，可以、啊、也可以先存住。对啊，那一开始就是都是有2颗灵魂石的小灵魂石给你啊，对啊。其实 X 我觉得12宫这个 X 很有趣，我真的觉得它真的蛮有各种。一开始当初还真的难度非常高，對對對對對對對，因为那时候
队伍还没有说开放那么多新卡、啊，没有那么多多样化。对啊，對什么對對對啊？现在如果是觉得十二宫是你一个基本实力一个挑战、啊，對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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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，真的是一个进阶啦。你因为当时六峰刚开的时候破六峰刚就没有东西，因为那时候我也只有受队啊，他、啊、就打破六峰也没。好，哎哎哎，对，破音吗？旁边的干扰到。因为当初也只有兽队可以玩、啊，也是这样辛苦玩上来、啊。一开始我也是六兽队破六峰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之后才有其他的队出来、啊，就一堆新卡，后面都蛮 OP 的这样子。然后来第三个就是这三只那个小火巨象打人是非常的痛的、啊，所以还是赶快秒掉他们会比较好。哦，手速真的超快哎。对啊，其实我自己在打，我每次看排行榜啊，我的回合数有时候其实排行榜算蛮前面，但是我想的真的很久哦，就是时间、啊、然后因为我的回合数其实都是有前面，只是我的回合数都输人家啦啊、哦、可是我的时间其实都很短，对，都几乎是最快的、哦哦、我的时间都超久，人家我看有的人说、啊、七分钟八分钟都过，我每次都十二分钟 啊因为什他们的排行榜是以回合数、啊、对，回合数不是以时间，其实我是时间是最后面的啊，可是真的比赛人家是以拼时间为最后面，对对对对 对, 對,、啊欸、對，一般的比赛都是拼时间，对对对 对, 對啊，希腊队就是我自己有，其实我按队算还蛮，就是没有洛基亚，我按队算还蛮完整的，但是其实希腊队玩起来就是一定要凑三颗嘛，不然五颗或六颗以上，就是不要凑四颗，简单就是这样、啊。然后这边呢，其实如果是我的打法想打坏，我会选择已经开火屋了。因为金牛宫呢、哦、很少会出宫前盾，你现在开火屋到了第八关还可以洗回来，就洗到火屋跳起来，如果不小心出了什么之后真的出宫前盾，这样火屋还可以关掉，还可以关掉，因为我是喜欢那种秒掉的感觉，就赶快打快一点啊，早点开，因为我对啊，反正死了就重来，我都喜欢死了就赶快就再另外挑战了、哇，像这个弱点就有点不好了，糟糕了，刚刚那个运气不太好，对啊，没有掉落的悲惨，希腊就是吃人品的、啊，对啊，如果你那个吊柱不好的话，真的就再见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, OK, OK、哦，还 OK， 哇、哦啊，好、啊，应该可以，对啊，三太子，可以、啊、，OK，OK，、OK, OK, 还是不要跟他拼一些，我觉得今天好像有时候怕人品不好啦、啊，掉了你看，现在是你掉的不怎么好啊，对啊， OK, 哎呦，好险哦，对啊，希腊真的是，有时候你那版面没有刚好把你的猪呢卡在中间，有没有断猪啊就没有了。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削我希腊队，我削到除了主猪，我连杂猪都大概削了大概六七 combo， 掉下来硬是被分开了。其实希腊玩久，你会有自己的风格，你知道怎么去打出，有时候不要全削，你可以或者是留一些火猪在底下，因为你掉下来一定是八成，你有开有八成一定火猪掉下来在叠上要叠一直叠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技巧、因为这个其实我也不会讲，因为我都是一个经验累积的、对啊，对啊。其实希腊说实在，大家说吃运气吃很重，对对 对, 對, 對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小技巧，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、啊。因为我觉得玩家就是我喜欢那种一直掉的感觉、真的蛮爽的。对，希腊就是爽，就一个爽而已啊。希腊就是爽，玩游戏就是要开心要爽啊，不要玩的那么辛苦啊。希腊就是爽，对啊，我是觉得玩游戏我不想玩那么辛苦。大家都不喜欢磨，对啊，玩开心就好了，就玩游戏要开心啊。其实大家一直讲说什么希腊斗猪调整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啦，因为只是它真的是就是运气、嘛，有点小危险。你看，哦，一扛 CD 他会打手，所以这就全开了，对、比较安全一点。好。这个就哦不错，哦、这个炸死他了 ，OK， 炸到他妈妈都不认识他了。哈哈哈。哦，没问题哇。这个其实我记得血很高啊。我说打那个真是不好打。然后这巨像哦三 CD。哦，都是啊、那应该没问题啊，都是 CD3。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绿一下炸的、对，不用那么急的打死他。这个也是打两下就死掉了、如果两个同 CD 被他打的话。对对对啊，很痛、真的是火的都很痛。对，有时候也比较大而已了。大概每关都这样吧，好像每关小怪都打很多，尤其是那是什么奇美拉、喔，不要看他连挤两下，对，你没有开火也是死掉了。我记得没有开火你也是死掉，真的、喔，这个我记得是这样子。这个我也还没过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呢，瞄一下哦、喔，好，然后被锁技啊，是这个而且木石像，
哇，这我说过。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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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就过去了。运气很好。然后再来，应该是火机械兽了吧？应该是。啊，我其实迪尔这边就是基本上要开爆发了，对，基本上要开爆发了。随便一只打你也是死掉。对对对，反正技能有时候就是该开的时候就开了，不要省了。技能真的我是觉得不要乱省技能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好，不错不错，有当宝。好。这个大概就是那个终极的这个火系队啦，再加上那个阿基里斯啊，好不好？就是看你怎么配嘛。对对对对，大概就是这个就是终极的火系队啦，完美火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开始来了14位，就是金牛宫的第一个蓝点啊。嗯嗯。因为这边哦，你不能点印记，而且。巨象呢？如果他会吸第一到三，如果吸第一，你只能拼一波。嗯、他现在吸第二，你留两次机会，其实还不错。对，所以、嗯、这边呢，我就觉得我会决定先开三太子，赶快解决最重要。真的。嗯、哦，刚才隔开多了一个塔。有，这个不错不错，应该可以。好、哦，这个应该 OK。OK，看来这个双重双。好，我们看15关了。哇，这个提尔。哦，提尔。提尔也是连级，所以这个要看一下。哦，这边技能要想一下哦。提尔没有特别招哈，没有，就是打得痛而已啊。对。再来、哦、应该、没办法、要开龙石了。对，这个猪太，这个也有一点点要小心、啊。可是下面会蛮危险的，因为哦应该 OK 啦。可是重点要留一些火珠给我、啊哦。下一关是下一关机械龙啊，哦、机械龙那边不好，因为。这边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要满足时间限制。对，2秒。两秒。对，我要想一下哦。哦，至少不是一起死啊。对对对对，可是也要想好，但是想好一个完美的路线嘛。但是也是打很痛的、啊。对啊，啊，算了算了。有没有了？哦 ，L。运气还不错、啊、哦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嗨。大概多一个 combo， 搞不好就可以把它打死。对对对。啊，想一下啦，这这真的有时候要想一下，因为你只有两秒。这个版面其实有点乱啊，这个。对啊，而且我又想补血啊。哦。我其实有点想补血，可是你想补血就麻烦了。这个啊，紧张啊。对啊。啊。然后打到那么后面呢？好，这样子吧。啊，妈！啊，妈！没有啦！啊，狙击！希腊就是靠人品啦，啊，妈！对啊，哇，也是很厉害的啦。其实刚刚前面看到那些，对啊，我刚刚看到那个，只是讲解要哪边要开技能，有时候看情况要开技能，真的。对啊，其实你知道 ，extra 就是你刚才讲，你打前面打30几次过2次，对啊，真的。金牛真的很难啦，就是如果你要用暴力队过的话，除了技术，还要加上一点运气，对。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让你一直尝试嘛，好不好？那。其实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欧小宪啊，好吧？那个如果你觉得你比他还厉害，想要挑战他的话。可以去来电玩展的这个神魔之塔的会场的摊位来挑战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就有机会上台跟他一起在那边，好不好、我们今天谢谢这个欧小宪，好不 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稍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会有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 Wins 跟 God JJ 来跟大家啊聊聊天，好不 好？大家稍等一下，好，谢谢小宪，好，谢谢。